你怎么防守的？我防外面那个。为什么不缩进去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有好多，好多女朋友，你怪不得了，你这强车不去修房，你搞在这两个人面对面呢，你强车弱车，有球弱车，有无球弱车，知道吗？行行，你说撞，你来，冷静冷静。包老师，还剩下人，没有，今天上午他们就不用训练了，没关系。 这个点都没起来了，估计就不会起来了吧。早晨迟到的初恋，下去。当时就感觉自己应该完蛋了吧？自己要被淘汰了。如果这要发生在国家队里面，那可能是面临退队的风险。 曹芳出列，曹芳把球放下，跟他们一起下去。今天也不用练了。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个小场合，让这些球员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教练。我在我的球队里边要有我的一个纪律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球员，你多出色，多么优秀，你都要按照我这个纪律来。 那个，我们吃那个早上没训练的事儿，那个我不想借口去投篮。我不想借口，我说我们责任承担，我们愿意承担。所以说去投篮去吧，我不想听迟到的事儿了。好嘞，好嘞。王导，今天是人多，我没有接，就是早上我是因为看到了那个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知道。去投篮去吧，我不想听迟到的事儿了，已经。你先去投篮去吧。 迟到了就是迟到了，别人的原因也好，你自己的原因也好，其他原因也好，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做到，你们做不到呢？我觉得水平再差，你跟李萌的这个差距也不是11比0的差距，完全没有斗志。我觉得你是在侮辱篮球。